来到英雄联盟。不吸血鞋吧，是吧？风吸血鞋。出击。马上就好。你们看上去像痞子。哎呦！哇，他这颗倒伤了我都不掉血，牛逼！这就是害国啊！去一下征服者。走上了，骗他 Q， 走高位 Q 一下。我没有我的剑准备。我操，屏障！哎呦，他闪现吃果子！哎，你闪现吃果子，我闪现 Q 死你！海克斯万用宝匣开始组装。无锡也行。锐利的剑。哎，那个宝匣可能是个拆塔呀，没解，你有点亏了。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人呢？我操，我们家剑圣是个瞎子吗？我靠，看不到吗？你们看到了吗？我的剑准备好了，要刺得快，刺得狠。保护太放，远离敌方，伊芙琳。不是你干嘛呀？我操！有毛病吧？这样抢杀蟹有点过分啊！敢还击，锐利的剑，锐利的眼。好烦、啊，动作太慢，还是要在正面插个眼。哎呦，我就知道啊。Ally slain， 怎么办、啊、？Enemy slain。哎呀，他妈的！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还是被魅惑到了。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我方上路防御塔。哎呦，烦的！我回家这个沙线一样吃两三层啊，我和死了没什么区别、啊。敌人消失。这也称得上挑战吗？刚不来给寡妇打我一套的，我从不退缩。问题就出在那，被他打一套。没有骗你吧？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保护在下。马上就好。这是谁啊？我靠，这剑圣。Shut down. Slay that enemy. 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也行吧，他把蓝给我了。
我去踩沙线他就上了。我不踩沙线他不上啊，他前面直接上的话我应该会跟的。原子亚龙登场。Enemy double kill. Ally slain. 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我从不退缩。Ally slain. Enemy slain. Double kill. Enemy slain. 这剑圣怎么杀的人呢？他杀四个人，这是。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Shut down. Ally slain.Enemy double kill. Ally slain. Enemy triple kill. Enemy killing spree.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First turret destroyed. 敌方已击败亚龙。我没有对手。锐利的剑，锐利的眼。用不过剪自由吧。这寡妇在打的是不发现吗？防御塔层即将脱落。哎，没打。我的剑指不我方已击败致谢。谢谢他为什么要说谢谢，还有礼貌，像我从来不会说谢谢。我一般喜欢问别人为什么，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送啊？失踪路，消失，改一下。敌人消失，敌人消失。Ally slain. Enemy turret destroyed. 我从不退缩。别想尝试过。诶，这老树这不是在送吗？ Ally slain. Enemy slain. You are the king. Ally slain. Double kill. Shut down. 大克上还挺值钱的。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有点脆，感觉可以稍微补点护甲。马上就好。这剑圣想干嘛？这剑圣想动我们的兵线了，已经，他已经开始有那种想法了。我觉得他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敌人消失。来拿灯。我想一下，寡妇在哪？寡妇好像在上面。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他们不敢还击。寡妇在右边，看到没？敌人消失。敌人消失。
斯，先走一下，吃个果子，吃完果子回去继续支援。等他捆我，嗯，走了走了，寡妇应该出来了，注意危险，我操啊，是嗯，寡妇好像在附近，在找我的，赶紧回来。可能突然冲出个寡妇，不跟你们开玩笑。来拿增益，元素亚龙登场，这也撑得上。上路塔不要了吧？我方上路防御塔，请求集合攻击。先去拿个红。敌方已击败亚龙。哎，我大招怎么扔不出来啊？好奇怪啊，这不，我手汗的问题吗？我手汗的问题，大招一直按不出来，还好，别老输也挺好。不然也没办法短时间内解决老鼠。我的剑准备好了，我在路上。纳什男爵登场，集合进攻纳什男爵。我在路上，吃果子过去。来拿增益，多谢谢。这就是它的座右铭，说谢谢。我在路上，马上就好。他们不敢还击。我没有。哟。Ally slain. Enemy turret destroyed. 没有骗你。我的剑准备好了。我们都好肉啊。我打了，我打的伤害挺高的，杀不掉。来拿增益。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这不在送呢。对，聪明，就是这样。对对的，剑圣思路很清晰啊，肉都不砍，直接闪过去找阿克萨，谁都不砍，思路很清晰。
记得做。走了走了。Enemy turret destroyed。看一下对面有没有破盾啊？没有破盾，我们可以做个破盾，因为对面也没什么控制。有个老树，不过我应该是破盾，就是这个护盾会更好一点。请求集合。能让我更肉。锐利的剑，元素压。我很可能要上去吃伤害的。哇，这老树，一个人要干几个啊？我过不去啊，得先。哎，我最近这个手汗问题很严重啊。手汗问题特别严重，老容易误触。请求集合。精准而优雅。我从不退缩。我操，队友直接跑过来了。龙都不打了。可以可以。手汗好严重，我有戴那个指套，但是手汗是有点严重。S 评价加15。哦，本来还能加5%的。14-1。来到英雄联盟。对，你要看对面打野和上单的配置。然后对面如果再把莉莉亚打野，我就可能选择出攻击鞋。穿甲鞋，30攻，35攻。锐利的剑，感觉还吸血鞋好一点，攻击力高一点。他们不敢还击。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马上就好，动得太慢。哎呦，真的烦。海克斯万用经验都不吃润，从不退缩，两次的快，刺得很。
我的剑准备好了。我是一个用剑的艺术家，没有骗你。呀，啥子？这也称得上。都考一下才，不然还能接触。我的剑准备好了。我从不退缩。You have slain an enemy. Enemy slain. 直接手剑 E 一下，我看啊。就好，比沙蟹还活着，很舒服。再贪一点吧，侵蚀了直接。锐利的剑，锐利的剑，我没有对手。好脆啊，这点人说什么东西啊？马上就好。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Enemy slain.有梦想。我的剑准备好了。加速输出，挡不住。锐利的剑，锐利。他跳起来怎么就没了？死得快，死得很。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空蓝的自走炮台登场。我空蓝的 Alan Slain。敌方已击败自走。哎呦，来不及！我攻速快一点就好了。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点按差零秒，我操！请求支援。我的剑准备好了。
我不要三杀了，应该。我从不退缩。防御塔构成即将脱落。没三下啊！我这东西，哎，你怎么这么恶心啊？啊！这东西有点小恶心啊！马上就好。Enemy turret destroyed.哎呦，这个东西好恶心！Ally slain. Enemy turret destroyed. 它有点像那个，就是这个东西，它有点像。这个叫什么罐？这个罐头被做成了一个技能。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来拿增益。我在路上。五个人，两个人，这个有点没办法。我在路上，太累了。发起攻击，这谁顶得住？这钉钉是挺恶心的。元素亚龙登场。对面看我打是什么意思？马上就好。来拿增益。啥叫对面看我打？那人知道是我，你怎么知道他知道是我？你是他？敌方已击败亚龙。You have slain an enemy. 我。哦，这
了干嘛？他干了干嘛？又想来一炮是吧？哎呦我操！我这狮子狗，这狮子狗他妈又开大了，宝宝都疯我了。纳什男爵登场。Ally slain。马上就。解开了。哎，走了吧，扛不住，人太多了。全盯着我，我吃了好几个人伤害啊！一个正义必胜，一个吸血鬼大招，一堆人给我放技能。我帮你击败纳什男爵。还行，龙是我们的。盖人都大杀特杀了，来拿灯，我在路上。我在路上。日历的剑，日历的眼。你们看上去像体面人。就你杀我的，我在路上。Enemy slain. Enemy turret destroyed. Ally slain.一波一波。Victory！ 哎，喊奖励了，有了。不要犹豫。有了有了，从上就有了。我看一下，我领了吗？你出生在地图右上方。欢迎来到英雄联盟。比你快。好，如果你要早点出甲鞋，你不能跟对刚，对刚刚不过。全军出击。打瑞文只要打不动你，你就打得过他了。他要秒你，你就打不了。锐利的剑。和打诺祖差不多一个道理。打瑞文线基本上推不过的，得尝试一下。用剑的艺术家，没有骗你吧？他会被冰打的，我不会很亏。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我赶紧闪一下。哎，真就不能扛，扛不了。一点都扛不了。要刺得快，刺得狠。我的剑准备好了。动作太
慢。他还有闪啊！黄土退缩。应该会在刷在我塔下吧？刷在这。打不没按出来，可惜了。不敢还击。First blood。我的剑准备好了，打下来了。我方下路防御塔，来进攻吧！我操，这两个人在搞笑啊！我操，没见过这么送的。他直接扛他也行，他扛一会儿就不扛了。我从不退缩。这两个人好兄弟。我在路上。好兄弟，不多说，在心中。请求支援。亏你反应慢，反应快点就死了。我也觉得反应快点我就死了，还好我 W 没放。我也这么觉得。Enemy slain。锐利的剑，锐利的眼。Enemy slain。没有其他的路了。我操，别离谱啊，老子有护甲鞋的。别离谱啊，老哥。不退缩。别离谱了。我的剑准备好了，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这人是有点，他是他基础属性好像也没加，哦，不假鞋削了，对瑞文来说是大加的强。我在路上。不假鞋，我在路上。为什么日文突然很强？第一次不假鞋削了，然后你出不假鞋防不了他，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原因。请求支援。锐利的剑，锐利的剑。来一进一，超过惩罚，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他们不敢怀疑，他不愿意自走炮台。元素亚龙登场，我从不退缩。我方已击败亚龙。马上就。说实话，对面有点傻的，但是。我在路上。傻人有傻福。精准。一方已击败四座炮台。这位根本没伤害啊。我的剑准备好了。
我没有对手。这位刷经济太慢了，我只能说，他出血之后我可能打不过他。你的剑注定也。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我是一个用剑的艺术家，没有骗你吧？我已经觉醒了。没点人，刷不掉。我的剑准备好了。防御塔筑城即将脱落。Ally slain。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浪漫。Turret lost。You are unstoppable. 如此不入流的风格。请求支援。他们不敢还击。我的剑准备好了。马上就好。嗯，别给卡丁送啊。Killing spree。他把脸说破住了。很优雅，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我在路上。我从不会。我来观察一下，好一点。发起攻击，发起攻击。来拿东西。锐利的剑，锐利的眼。太晚了。Rampage。我从不退去。提前集合。我来帮卡丁，他就发育不了。Enemy turret destroyed。马上就好。Enemy slain。我是一个用剑的艺术家，没有骗你吧？元素亚龙登场，来拿增益。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我方已击败亚龙。卡丁可能转下了。哎，果然。他躲开我，知道吧？他这个人想躲开我，来拿他了。但我偏不让你躲开我。动作太慢，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马上就好了。他怎么直接没了呀？这个人，我操！大招呢？如此不入流的风格。脚刺得快，刺得很。
我的剑准备好了。Ally slain。先不管上路了，王子会去反。正在被攻击，动作太慢。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怎么老是再给卡金送啊？感觉。Turret lost。别人也尝试过，但是用我。Ally slain。锐利的眼，如此不入。刚刚我在给卡丁送，我已经想办法在遏制他了。我在路上攻击。有人给他送这种分。筋骨退缩。不要给卡萨丁送。精准而优雅。纳什男爵登场，这也称得上是来拿增益。注意危险！卡丁现在很难受，没地方带线，他这种英雄很吃带线的。马上就好。太慢。哎，我还把你们这个给做了。纳什男爵。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要个草啊，没找到，也行。精准而优雅，请求支援。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Turret lost。马上就好。Enemy turret destroyed。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哎呦，房子跑什么？我不跑就杀了。Enemy turret destroyed。我在路上。集合进攻亚龙，怎么不拿龙吗？史诗怪刷新，提前集合。他在干嘛？还在刷石头人？我操！我的剑准备好了。我放过去的龙魂。哎，无语了。他还在打石头人？我以为他会玩，结果发现他一点都不会玩。只不过矮子群里拔高个。我在路上。他钱呀、啊！马上就好。来拿灯翼。来破盾吧。我错。
从不退缩。基地护盾已失效。刷新，史诗怪刷新，我登陆集合。对，我都不知道他跑过来干嘛的。集合，我在路上，我在路上。怎么又不加了呀？怎么又没有那个5%了？不要犹豫，我幸运分够的呀。